果然就是一场梦吗？我还以为……哼，以为什么？没什么，陈学姐，我只是……哎，陈学姐，嗨，一阵子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我昨天不是说了，今天会赶回欧夏帮你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用钥匙进来的呀，所以我昨天才问你有没有换锁啊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陈学姐，你又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啊？哎呀，那种细枝末节就不要在意了。不在意才奇怪吧。嗯，你看起来气色不错，看来即使是在那种随性的老师的指导下，也确实是在茁壮成长呢。是是是，真是的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但这种感觉也还不坏。抱歉抱歉，我可没有把你当成小孩子哦。昨天多亏了你的调查，维修班才能及时抢修了被怪物损坏的提取机，研究所的人都对你评价很高呢。干得不错，过奖了，这都是靠老师的预警。这话倒也没错，所以作为他的学生，我们俩就更要好好帮衬这位天才了。今天我也会和您一起行动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不要客气，尽情依赖我这个学姐吧。是是。
Thank you.
You